咱家己，改变着咱家己，投资咱家己，咱的思想观念咱也转变，那安尼咱以后就比较会避免，就是收多钱。啊，所以烦恼就是用外烦恼变外哦，像是咱即卖个人公司哦，拢去外国咧开户，哦，迄个是正外行的开户，迄个是叫是烦恼嘛，用外。啊，所以收多烦恼就是叫福慧双收。咱两项两项安尼吼，做伙做，吼两项安尼叫做福加福，吼。嗯。你好，我是梁国华，请上。嗯。